哥，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吗？我的愿望是，来生，我做哥哥，你做弟弟。重雪，又是你，轮回之门，你为何一再擅闯？守了千年，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了。六道轮回，因果自然，可终究，他还是做了太多的错事，以至于生生世世被诅咒，忧郁终生。同学，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看楚轩去死吗？什么六道轮回，什么善因善果，这一切我通通不信。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，凭什么决定别人生生世世的幸福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做给你们看看。为楚轩改天换命。